针对这艘船，我们开通政务服务绿色专船，加快船舶进出口岸手续审批流程，协同口岸部门优先通关保障，实现船舶进出港零待时、零延误。同时，加强现场监管，登轮开展船舶服务性安全检查，深入检查重要设施设备，全面排查船舶安全隐患，保障船舶适航、船员适任、货物适运。